近的东北季风很强劲哦，大家都在问说这个风是台风吗？怎么比台风天还要更大呢？不过南投也因为这样出现了绝美的奇景，我们带大家一起来看。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呢，日月潭的上空粉红色的云彩就好像丝绸一样挂在天空上，倒映在日月潭的湖面上，水天是连成一片粉红色的世界，看起来好浪漫。不过呢，这也是因为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，而在南投各地都出现像这样子晚霞的奇景。国道六号上整片的天空其实也被渲染成橙黄色的，很壮观，但是要小心哦，这风真的好强劲哦。但是也因为风很强，造就了绝美的景象。